罗秋韵，欢迎秋韵。2019年其参演的《凤翼》及《谍战深海之惊蛰》在腾讯视频播出，以不俗的演技与可爱清纯的外形获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，欢迎。没错，此时此刻呢，我们的红毯星光熠熠，而且在我们的神秘的旋转门，又有一位我们星光嘉宾到场了，他是谁呢？